我和云为山的身世，高二先生已经派人核查过了。他们查的方法跟我查的方法不太一样。这是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我能读懂人心吗？那我就来查查你的心。如果我不会啊。你害怕了？我不是怕你查，我是天生怕虫子。把虫子放在手心里，你若说谎，它的毒牙就会毫不留情地扎进你的皮肤里，一个时辰你便会肠穿肚烂。敢吗？你不敢。我对宫二先生真心实意求而行，是公子不信我，也应该相信宫二先生看人的眼光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这是做什么？我的安琪黛不见了。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给我好好的搜。宫远之，这不合规矩吧？没做贼就别心虚，否则就有问题。我没问题，但我有尊严。别木子。公子，哥，发生了什么？石公子安琪囊袋丢了，说要送我房间。你，哥哥，我去接圣关前的时候，安琪袋还在腰上，但现在却不见了。在女魁陨落的时候，她突然摔了一跤，伸手扶了我的腰。当时没反应，现在想起来，就是那个时候他伸手偷了我的暗器袋。我偷你暗器袋干什么？我又不会用。哥，我这暗器和宫门对外出售的那些暗器不一样，构造毒性完全不同。如果被别人拿去研究，这些暗器的威力和秘密都会暴露。上完姑娘回房间后出去过吗？没有，饭菜都是送进来的，不然可以作证。继续搜。是。爵公子，这公子没有搜到安琪袋。就在他身上。爵公子选我做新娘，真的是想跟我成亲吗？我好歹也是清白人家的女儿。哥，小心我，你真脏。上官姑娘，委屈你了。快要入冬了，夜里很凉，直人却满头是汗。做噩梦了？怎么不擦？看来直人是被伺候惯了。皮
之前都是别人帮你擦汗吗？没有。除了我娘。我娘她会给我擦汗，但不会给我擦眼泪。你小时候很爱哭。每个人总有伤心的事嘛。但我娘跟我说，男子汉不要哭，所以后来我也就渐渐不哭了。我以前也常常做噩梦，睡不着的时候，妹妹就会唱歌给我听。听着妹妹的歌声，就再也不会回到噩梦里。你跟你妹妹的感情已经很好吧？你离开林夕镇，进入宫门。君子鄙视，点到为止。这是我们侍卫用的刀，对于姑娘家来说有些沉。无妨。公子羽已经去后山了，这也值得发愁啊。但凡他有点自知之明，都应该早早放弃。他若是没有这点自知之明，我们就点一点他。他那见不得人的身世，哥哥知道从哪入手了。上官姑娘，我还想喝一碗甜汤，不知道厨房有吗？有。蓝夫人。蓝夫人，她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死人不能开口说话，但有活着的人可以替她说话。当年服侍蓝夫人待产的贴身丫鬟一定比我们知道的多。
你虽然用刀和我比试，但你的全部招式皆为刺剑突剑，而你用的剑法我恰好知道，清风九世剑，这是清风派秘而不传的顶级剑法，而正好清风派已归顺无风。说你是清风派什么人？可是在绕路。此言何出此言？咱们连续左转了三次，而且每次行进的步数都差不多，所以咱们是又回到了原地吗？子瑜果然聪明，但还是错了。啊，不对吗？如果这密道高度一致，那确实如你所言，连续三次左转或者右转又回到了原地。但你有没有发现密道是一直向上的？那我有些明白了。哎，子瑜啊，他们都说你顽劣叛逆，但我一直觉得你天资聪慧，心地善良，平易近人。你能说出宫门里任何下人的名字，所以他们都偏袒你，爱你。但你太过年轻，有时会因为过于自信而做出轻率的判断。身为执任，这种轻率有时候是致命的。子瑜啊，在你今后的生活里，哎，你看，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经历还有很多，可能那时已没了领路人，孤身于黑暗中，无论再艰难，你也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。我期待你成为真正执刃的那一天，那时我帮你把执刃袍披上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。你可是千山之人。我是雨宫的人，执刃大人走得匆忙，忘了东西，所以前来找他。不小心在密道中迷了路，触发了机关。密道中的蜡烛和火把燃烧的是靠特殊灯油，油中有清毒，长久不出就会四肢发软，失去意识。这是解药，谢谢。你上面说的这些我都信，但你告诉我，你为何穿着一身刺客的夜行黑衣？你虽然用刀和我比试，但你的全部招式皆为刺剑突剑，而你用的剑法我恰好知道，清风九世剑，这是清风派秘而不传的顶级剑法，而正好清风派已归顺无风。说你是清风派什么人？我不是清风派的人。清风派的嫡传弟子顶多也就精通三四式，能够全部掌握九世剑法的人屈指可数，你说你不是清风派，一概胡言。我的母亲只是寻常妇人，父亲一身金伤。别来这套，放河灯的时候已经用过一次了。父亲一身金伤，走南闯北，14年前他走水路运货，发现一位女侠藏身于船下暗藏之中，他
就是清风派一直追捕的叛逃之徒，被誉为50年难遇的剑术天才卓美。救他一命，他就受你清风九世。其实义母传授我剑法，也有私心，他希望我替他复仇。卓梅当年对一名年轻男子动情，触犯了门派戒律，被当时的掌门他的同辈师姐点住，严刑惩戒。这件事情当年震动了整个江湖，你们应该有听说吧？知道，我听母亲说过，卓梅的那位爱人被斩了手脚，封了喉舌，奄奄一息地送到卓梅面前。听说卓梅受不了这个刺激，发疯一样杀了十几个人，浑身带血，逃出了清风派。在半月之营的期限到达之前，有重要的收获，或者做出让吴峰满意的事情。你用的是剑法，不是刀法。不是宫门之大小姐的逼问之下，才透露说三羽失恋极其凶险，于是我和大小姐逼迫她协助我偷偷来后山找你。我都能想象到这公子商是怎么逼问金凡的。金凡本来死活不愿意违背宫门祖训家规，但我绝不允许你在后山遇到任何不测，于是逼迫他和我比武打赌，证明我自己是能够保护于公子的。你为何不允许我遇到不测？你说呢？好。所以你是比武输了，你和公子商一起耍赖逼迫金凡，对吗？不是，我赢了。你赢了金凡？可能他本就内心有愧，再加上碍于我的身份，所以对我手下留情了吧。但他始终不认我是你。你的直任夫人觉得我没有资格进入后山，最后才想了这个下下策，将他的绿玉手环给了我，让我代替他
以绿玉树的身份进来了。那现在你到底是指认夫人呢，还是绿玉氏？都还没正式拜过天地，当然不是指认夫人了。那这位绿玉氏大人，能否请你把那边冷的药粥再热一下？我的执人夫人有些饿了。最近天气燥热，就去找大夫配了几副降火的凉草茶。你这是为我担忧焦虑呢？方才看见下人们都往屋子里送兵，说公子要练功。别提了，我知道公子闯关心切，但也切莫操之过急，身体吃不消的。放心，我没事的。那我先下去了，公子记得把药喝了。哎，阿云，你不多待一会儿吗？不好听吗？听起来像是小猫的名字。小猫多可爱啊。阿云，阿云，喜欢。喜欢什么？喜欢阿云啊。喜欢这个名字。宫门祖训规定，贴身绿玉使可以一起闯关，对吧？但你的绿玉使是金凡，我身为宫门执任，有权任命自己的绿玉使。云微山姑娘现在就是我新的绿玉使。宫门没有规定女子不能为侍吧？女子可以为侍，但我想看一下云姑娘的绿玉手环。我进入后山试炼比较匆忙，所以还没来得及。在这里。进入后山之前，有一样东西我要交给你。如果被人问起，就说你是执任大人的绿玉使。你放心，我定当舍命保护执任。你不信我？人心最不可信。那私心呢？可信吗？从私心来说，我也会舍命保护纸人。他不在了，我也不会有立足之地。不要逞强，不要心急，结果你还是胡来。要不是我赶过来，没准你就在那个冰桶里被冻死了。你的手怎么这么疼？我自小就有个外号，叫小火炉。你一个姑娘家怎么会有这样的外号？
家里老人说，我娘生我的时候足月了，却一直没有动静，又过了十多天才生出来。他们打趣说我熟得比较透。巧了，我是因为早产所以体格偏寒，我们两个一个似冰一个如火，正是天生。天生阿月，你刚刚说是你把我从病桶里捞上来的。我一个人抬不动，就叫了一些下人丫鬟一起把你抬上来。余公子，对，你都看到了。看到了。看到了胸膛而已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这有什么的？再说我不是都已经嫁给你了吗？这不还没嫁呢吗？你都不问问我大半夜来找你干什么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公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是你问我为什么来找我？因为单姑娘找我有事吗？我想问一问夫人，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？怎么知道我丢的东西是不是你偷的？说。你说什么？夫人何出此言？如果不是你偷的，你怎么知道我丢的东西？是金幡和宫元纸。金幡和宫元纸一直从你房间打到院里，金幡大声斥责宫元纸偷了物极夫人的东西，仆人们都听到了。我虽然来宫门时间不长，但也能看出爵宫和羽宫一直有些冲突。这次宫元直私闯夫人房间，恐怕来者不善。这是宫门内部的事情，与你无关，不用过多猜忌。夫人，我即入羽宫，未来就是执任之期，我与执任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宫元直在我房间偷东西，怎么被你扯到执任身上去了？你的心思倒是挺密。真的和执任无关吗？他们的打斗绝非儿戏，招式凶狠，而且两个人都负了伤。抛开宫元直暂且不提，金凡如此倾力维护，必定和执任有关。你倒是看得透彻。宫元直偷走的确实是可以威胁到子羽执任之位的东西。和执任的身世有关。你也听信了那些传言，
子玉，你愿意冒任何险事吗？嗯。我丢的东西正是子玉母亲蓝夫人怀孕时期的遗案。你醒了，来，真暖和。这是香笼里你帮我准备的衣服，我只是烘热了而已。我很好奇，你们是怎么突破寒冰池的？
山脉被风吹落成沙，河流带我回家回家，啊啊啊啊，天上云不说话，你在哪你在哪，还好吗？云哭了就变成晚霞，看天空开出了花，啊啊啊啊，云和你能遇见吗？每朵浪花都在问他，大地中会管别人那么多，无论怎么通关的，那都是人家的本事。